非前道，鞠躬。坤道，鞠躬。咱们处长啊，也认啊，处长在座各位前景大哥，大家晚安。不如意晚安。啊，今天呢，我是咱啊，这位黄讲师啊，感恩主义的无限生命圣款主义的调解啊，积极资料啊，当然就是讲以这个。这个生命圣款如意啦，讲起来也使讲就是真符合着咱白羊修道的圣款练习，是不是啦？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其实伫修道来讲起咧，咱一定爱圣款练习。咱若要圣款练习咧，必先讲，如果你若是求福报，哦，那么求福报来讲起来，可是先不带来，输不带去。哦，伫咱今生今世来讲者，交咱个生死呢，啊，扯哦，即、这个扯不上关系啦。哦，你搁较济钱，甲目睭开去个时阵呢，啊，伊个哦，搁较济吼，我都挂会去。那当然，咱会当通过双修，尤其是搁咱会当去得到修炼法道，讲起呢，会使讲是千古诶。即、这个千载难逢的即个好机会，嘛是空前绝后啦！哦，而即、这个啊，即、这个大灯的迄个普渡，我真得讲明年吼是要办的资料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啊，即、这个啊，即要讲明年新春节，讲要跟我学习，广度有缘自莫凡。啊，想想，佮差不多拢要成长，要成长哦。所以讲吼，免想大好个。啊，超过来，超过去就好了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伊这所在其实当然咱一定爱不会双修，因为你啊修福不修慧，福中嘛常做嘛，修慧不修福，慧中嘛好。所以讲咧，咱会当顺缓如意，尤其是咱进大道，都讲伫这个火体，会当咱顺缓变圆嘛。哦，你讲较早咱会当积福报，啊，只有就是来世福报尔嘛。哦，你我到超脱世事，上界关顶就是去天时。啊，但是咱即摆到天时的应运啊，大道破坏，会当咱得到修行学道。会当贪生怠子，会当啊性缘变妙，那么辅助同修，辅助同等，辅助同修。啊，所以讲会当把握这个这么好的机会，哦，那么呢，在咱人生当中呢，慢慢了解咱的家庭，那一方面要安怎呢？对了，伊先天内底，哦，要安怎当过来缓缓。那当然呢，在咱性缘变妙的当中，一定是。困难，但如果咱来甲想，咱有偌济前辈者咧，伊过去交咱共款，拢总是性缘变的，但是伊有法度伫伊人生经济修道的当中，缓缓来倒转去。那安尼伊无到，伊无来变，伊无变来到伫这个世间，嘛无空度了着良辰佳期啦。哦，所以讲会当把握。咱个生活有可能会较辛苦，但是较辛苦嘛，就是哦几十年尔，哦啊，因为咱这个一直行一走呢，我个想想呢，哦，我嘛六十来，哦，佮无外久的将来吼，啊，若身体，哦，人讲哦，若年纪侪啦，当然身体就无好，像真侪人，伊讲要走路。要出国啊，因为伊脚人伫上久吼，变形拢会水肿啊。哦，啊，所以讲伊要出远门咧，就唔可能。啊，所以咱若要把握着讲会做个精力，哦，啊，咱讲会讲较辛苦会当做变做快。啊，咱若身体未拄啊好，话咧无法度。哦，亲像咱啊，即、這个在部分来讲起咧，哦，伊过去咱看到伊
对到着迄种诶啊牺牲奉献，哦，会使讲是哦啊，会使讲是非常诶即个付出啦。但是卖到身体面不较好吼，有影咧钱来是特别重要。所以讲咧，咱要做嘛是一段时间啦，哦，一段时间。啊，所以咧，咱要安怎讲伫即个。